好的，欢迎收看由抽风为您带来的《植物大战僵尸二：遥远的未来的流程攻略》。那么今天是第20天。哦，哇，这什么？保护这些熊孩子啊！保护这些熊孩子啊！Oh no！坚果墙，那两种坚果墙都用上吧，都用上吧。包括机械时效无效，再包括土豆雷用不用？土豆雷就不要了，土豆雷这关根本就派不上用场，冰冻。冰冻，我得先选这个攻击性植物啊，激光豆吧。这关没有在天上飞的僵尸。冰冻选上吧，说不定有用。好，开始。那么，如果前期不是特别变态的话，这些前面这些小五角星应该可以搞定前面很大一部分的敌人吧。姑且我们先这么认为吧。当然，有空闲的时候也是要把这个防御造一造的。这关一看又是个对钱要求比较高的关卡，那么第一个强化一定是要给他们了。然后出来个机器，让机器失效一下，省得被推了就太悲剧了。炸弹也用一下。我的，这不按套路出牌啊，这个。需要一个强化，亲，这关打得我手忙脚乱的。炸弹，冰冻给这里，强化快上！再不上的话，我前面的这些东西就要碎了。可以看到，我这些悲剧的坚果墙啊，都要不行了。这关的敌人数量好夸张哦，来爆掉，冰一下，哎，又来了。这些从天而降的家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威胁。这个强化用的有点二了。好，继续造。为什么这个格子造不上？震一下。Oh no！我被推土的僵尸推了，中路推土僵尸，看到没有？我居然都开始用太阳花来挡他们了，好惨了，好凄凉啊！啊，给我死啊！哇哦，过关了，他再推两下，这关就完蛋了呀！好的，那么咱们20关就过了。咱们21天啊，咱们第21天再见。哦，太险了。